大家好，我是张子旭。来了台北怎么能不去夜市？虽然今天外面下雨了，但是我还是打算去夜市转一转，顺便来测试一下100块人民币都能在台北的夜市吃到什么。带了钱和空的肚子，现在可以出发。夜市如果就说只能推荐一个的话，您推荐哪一个？宁夏。一到这边第一家店铺就有很多很多人排队，来夜市就是为了热闹，所以我打算从人最多的开始。我是台湾中部啊，那中部的山区啊，看大小啊，基本上都差不多10分钟了。要吃润饼，还饼还保佑什么的，好看啊！我想等一下再买一个猪肉饼，再买一个麻薯冰。香香菜的味道也不是很重，还是有一点重，有一点煎饼果子的味道。现在感觉有一点点麻，但是还可以再继续吃。有葱，有鸡蛋，有九层塔。什么？罗勒。拿到这个酥肉饼才觉得自己有点饱，但我还是要尝一下。很油腻，但是很好吃，它的酱特别好吃。我要一份卤肉饭，少一点米，先放里面。我小的时候家楼下就有一家台湾卤肉饭，我经常去吃，然后就一直想着一定要来台湾吃卤肉饭，因为我很爱吃肥肉，但里面的肥肉很香，但是不是很美味。对了一下，杏鲍菇、春卵饼、花生冰淇淋、卤肉饭，一共花了大概250，现在还有200块要花。很饱，要回去好好睡一觉。晚安。